主耶稣，因为他我们才会有今天。来，手上我们要闭上眼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进入神的怀里。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神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每一天早晨可以起来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现在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阿们。来，我要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站起来，站起来，我们要跳舞，我们要唱歌给我们的耶稣。愿你们都个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我有平安在我心。
们主耶稣的平安，阿门。来，我们要现在准备我们的心，我们有预备进入神的怀里，我们要进入敬拜他，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的神。因为天父说明白我们的心，他总是离不开我们，他永远永远都在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天父，你明白我的心，胜过世上任何人，你的眼目不离开我，虽然过去跌倒软弱，你的拣选不离开我，改变我心，使我完全成为荣美的器皿。明白我们的心，天父，你明白我的心，胜过世上任何人，你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不离开我，你只是我心所有。过去跌
我要跟随你的呼召，这一生年日永远跟随不回头。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快乐、喜乐，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要感谢他。平安这个字都是我们主耶稣的孩子会得到的。来，我们要唱一首平安，平安。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平安，我们得到这个快乐、这个喜乐，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你。现在我们要坐下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进入神的怀里，让
主耶稣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的道路。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阿们。Shalom， 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朝新一家，在了该每日的主日里底，一家车能够来敬拜赞美，来过几一家到人家的主耶稣，过来一家到沙金下，我来服务堂上的翻译，哦，一家到沙来新乐，祷告新年，弟兄姐妹呀。主要是我想感谢你，在了每日的日子里底，我当然都感觉到主，你非常非常系锡我当然。照顾人嘅当然，看顾人嘅当然，所以出啲安好嘅时间，出啲每日嘅日子，点解当然都爱准备先，爱嚟听你嘅翻译。做我都晒热，今日出嚟敬拜赞美你，献上我晒嘅诗歌，我晒嘅赞美，带出我晒敬拜，带出我晒感恩嘅心。就话面对一切都能够受到上帝嘅心头欢喜，上帝能够接纳。今日我当然嚟听你翻译，求圣灵对我晒讲话。用你的话语来操持我多人信心，用你的话语来帮我多啥信心坚固，唔会焦土。主啊，感谢你，我多人都渴慕持续的爱，你够技术，将我多啥生活里底，我多人更加看见主，就用一个爱，我多人能够有好见证，用一个爱，我多人都能够看见，跟破解灵魂来归向主耶稣。感谢你主，我用祷告奉耶稣名求，哈利路亚，阿门。好，弟兄姊妹，今朝先自家当然爱学习嘅功课，就系哪个题目呢？自家系非常持续嘅爱。嗱，弟兄姊妹，一持续嘅爱咧，人类是安全咗，本自家当然信耶稣嘅人，自家亦会基督徒，自家真正需要一个持续嘅爱。OK， 来自阿新土上帝凡医生啊，写出一个启示录第二章一到第七节咁讲。你爱写信本，以佛所教诲计时咋？阿娘讲，那真少那等七扎身，在七扎金灯台中间那行走。阿娘讲，我啲到一个行背劳苦忍耐，有啲到你好等唔晓忍耐对恶嘅人，你也前信仰过，那千倍仕途却唔系仕途，看出几多系。第三节，你也能忍耐，千倍我个命劳苦唔会喝，然后呢，我就一件事情爱极便宜，就系咪呢？你把持住个爱呢，爱心呢离开了，那第五节样讲，所以人当非常你系从阿妹坠落去，并爱悔改，行持住所行嘅事情。你若冇悔改，我就临到你个起，把你个灯台啦，从原来个地方啦拿走。第六节样讲，然后你还有一件可得嘅事情，就系你闹呢个啦，日当嘅人嘅行为，也系我所闹嘅。第七节样讲，圣灵向宗教会所讲嘅话，凡有耳空，就应当听。但现在我必将上帝六人中生命数计各自搬二十啊！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朝先自己嚟看呀，讲我呢个以弗所嘅教诲，也主要讲啦，一般信主、信耶稣嘅人啊，基督徒呢，在呢个以弗所嘅地方里边啊，所以呢，自己称呼佢系以弗所嘅教诲。那因为呢个以弗所教诲呢，系安何嘅教诲啊？一个信徒呀，你班基督徒呐出嘅啲呐系真正啊，自己呐爱表被受主公本己啊，因为同埋呐，因为唔系单场人来亲近呢个教会，亲近呢个以弗所啊个基督徒啊个啲生活嘅，嗱自己嚟看呐，首先就阿土嘅经节都啊个啲都讲呐，上帝单杀都亲到呢个亲近呢个以弗所嘅。嘅回召，解啲到信耶稣嘅人啊，嗱，因为同埋就一啲咧，几乎所嘅教会呢，系要咧嘅按出名嘅人物啊，呀，即系讲圣经读所写嘅人物呢，吓，多数呢系出咧嘅几乎所嘅啲呐，侍奉嘅，嗱，讲我要保罗，要彼得啦，加阿奎啦，即系啲两位两公婆系按对做嘅，还有阿保罗，嗰年有咧嘅提摩太，嗱，嗰年啊。雖然聖經都冇寫到，但比一計歷史啦，一講出嚟咧，計約翰啊，約翰又出見耶羅斯啊，佢又出咧計以弗所嘅地方啊，計 head 啊，計 head 啊，呀，計 true 嗱，
就去吃阿里看，看那个衣服所夹个撇撇出来不一样，咩啊？做咩耶稣诞生都爱称赞那个教会啊？那吃阿里看，满地提及系咪啦？那提及在那个衣服所教会，那系暗倾出上帝的工作啊！几多人真正来倾啊？咩讲用碎片碎片做上帝工作咩？几多人真正做呢？又偷又昧。做出来那系人家看到系安好嘅，要负责任嘅。那所以呢，出呢个其实要天意，将天意接咁样讲，呀，就讲乜讲啦？那讲我几多人爱得到一个行为，那天意将天意接。上帝讲啊，爱得到一个行为，劳苦忍耐啊。那上帝亲近几多人咪？几多人嘅行为系好嘅，呀？劳苦做嘅，也唔惊苦，也安样安乐心，安专心去做，呀，去穿福音，去对你班咪哦，咪点解讲哦，安恶人咯，呀，安硬心人咯，特别你当人都安样安乐力，呀，去穿嗰啲耶稣本嘅当人听，讲我讲啲耶稣嘅救恩本嘅当人听，唔为了咪搞搞笑笑，真来做主嘅工作。那所以呢，几多人嘅工作做出系安好嘅？那几多人咪有出喺身心方面唔会腰痛呀？几多人啊，原来出喺每件事情，那因为当咪，如果几多人冇人用钱做啊，点做咪？问啲自己看那个衣服所嘅地方，一个背景啊，呢个地方问啲咪安多呢个偶像啊，安多呢个衣服所几多人啊？除了呢班信主嘅，出教会度嘅人。也侍奉嘅，你话三回人系大多数人系咪拜偶像嘅？几多人唔认识上帝？几多人咪拜嘅神啊？拜几多人咪过嚟唔得成神哦？点住咪过嚟呢班望下，几多少罗马望下，差唔多几多少群哦？你系望哇，按要背气咯，你系望按要强兵哦，你系望按背打呢个结交，哇！几多人就咪千倍几咪千倍几仙几仙嘅话？也准备去相认，那来拜佢哦。那自家间记得，上方来出一个，谈伊利嘅故事，呀，即系记得啦。你呢个内部嘅尼撒王啊，那你看一个人面啊，做一个杀相，咪就系一望很生咯。但系佢做几多做就杀相嘅望啊，杀相内部嘅尼撒嘅望，佢又单单提提一个杀相。那几多年来乜人见啊？装扮咪又加杀相啦，你拜哦，那系拜啊。人背佢咪系善啊，系啊，嗱你看，在衣服所嘅地方，掹啲银样嘅神佛啊，所以你几多人啊，哇，呢个衣服所地方咧，系要咪拜一个要嘅呢个仙人啊，也安到Dewi Diana，也啊到要拍张咪安到Artemis，啊，一个神庙，啲嘅都睇啊，呀，人家讲世界都拍我啦，要名嘅神庙啊，嗱过年啊，出呢个地方啊，就系要咪。很多做坏事情啊，几多人做咪无立无吸嘅事情，呀，你咁咪犯奸淫嘅事情，甚至啊吹嗰啲仙庙有晒嘅庙度啊，还要咪你基唔啊嗰啲做有晒工作，所以咪变成啦，衣服所嘅地方啦，变成系很多呢啲坏啊事情，恶嘅事情啊，出世界有晒出名系咪？出名就一恶嘅事情啊，所以啊，即刻看到，如果自家看啊，该啲嘅教诲。如果阿该教会呀，阿该啲嘅信徒，阿该啲做嘅基督徒啊，佢当然系按样嘅落力去做嘅工作，即刻啲哦，佢都实在面对唔咩细事情咯，点住咪呀？因为咪诶面对呢班咪一个大偶像啊，佢当然按样落力拜咗晒神啊，嗱即刻佢都实做咧教会度嘅基督徒啊，系按样系咪渐渐去做咯，将后半家啲。出嚟讲自己所敬拜嘅上帝，出嚟一个衣服所教会，几多人信徒所穿嘅干衣耶稣，所穿嘅干衣一个天堂嘅救恩，系几多人嘅看得到腰嘅人。如果其实冇用天天做，大得呢看唔到一切见证。所以呢一个衣服所教会嘅眼样嘅落力，嗱自己看到几多人眼样嗰度咪诶落力呢？如果冇落力，结果叫神咪会搬呢一个。拜偶像嘅嘅形象啦，迷惑到啊，为本一嘅啊嗰啲撒悔人嘅嘅身份啊，为咪引诱到啊，所以叫做爱尽尽出上帝嘅工作啦，爱做出要嘅果子啊，
那里安好啊？这个佩服那天然啊，做咩衣服所教会呢？上帝呢被称赞见呢，系安好呢？你咪记得你咪安样咪样落力到咪面对你班假嘅先知啊，嗰里咪地动咧个咧个地震，满地吹咧个其实了年将天然下半节啊，也只一看到上帝咁讲起呢。亚地道你好等唔晓原来对咪恶嘅人啊！那所以呢，几乎所教会呢，本信徒呢，几多人看到恶嘅事情发生，几多人唔原来咯？但得咪爱改进来，爱灭下来，也是讲人家咪唔被灭下去，唔被灭发下去。你咪当咪啊？慢啲啊！上帝话你讲下去啊！你也千思念过啊！那千辈使徒诶，慢啲安多啊啲嗰啲呢个教会读啊！出教会读很少发生啊！哦，要人家讲哦，我系使徒，我系咪有上帝仆人？呀，我为做为做工，猛啲啊！几多人啊去插头去试验去试验过，结果猛啲看到几多人咪确唔系使徒，猛啲唔系使徒，猛啲你班人咪假先啲啊！看出咪几多系咪系假嘅？看出一生系假嘅，所以嗱几多人啊爱硬样嘅落力。安用个原来来做为主做工，是同埋几多年后跌当呢一个免费地跌当呢咪假嘅先知，系冇几多年咪多搬呢一个假先知啊，拉走离开上帝嘅真理。所以嗱，先看到呢一个以弗所嘅教会，几多年安用就安用个落力呢啊，能够跌当呢一个假先知。那表示呢，几多年啊，个专心真正学上帝话呢咯。真正学上帝话呢，你系真理。那有了真理，叫三样后，就按用个把握，也就按用个信心，就按用个力量，能够对付呢个假先知，能够对付呢个迷惑嘅。那就一啲哈，出现呢，就要一啲按多个宗教嗬，那按多宗教，我记得上邦也几年前了，有个宗教事实。政府都唔准咩唔允许啊，佢出任你哋发展啊，结果结果都禁止呢个宗教，特别按可惜，你啊近半年啊，呢个宗教呢都按持照啊，呀能够做家持符嘅地方了，能够呢含人家持照来家嘅地方啊，啲咪来去来去。叫啥个跌咪哦？持符嗱，过年咧几多人按持照去人家嘅墓去唱一个教，是到那班撇撇基督徒，是到接触叫啥所讲嘅呐，接触一个见解呐，你为咪能叫是到基督徒呐，佮先生为教徒为偏教，那听住咪，如果一家系啊系见半日系冇赞本上帝反应，你冇认识上帝反应清楚，过年明白呐。哎，这个是真正未搬见面发财哦，听住爱，呀，这个真正未搬见爱财啊，未离开上帝嘅真理啊，离开上帝反应，所以嘛，请听住爱，爱听呀，爱听每位，这个都是信耶稣嘅人，你每当常讲，这个系为基督徒，每当常讲，哦，爱每只礼拜送信徒，特别最重要，这个都要爱认识上帝，爱亲，爱近亲嘛，接触咪啦，接触爱多上帝反应，上帝反应系只一啥嘅真理。如果上帝凡你出一个新法，出一个仲近一个思想，仲近一个规划，一个动作，一个心，结果呢，自己都要计武器啊，来咪来抵挡，自己当然啦，唔会搬啲掹一个秘法落啊，唔会搬啲掹一个假嘅先知啊，来带走离开上帝。所以啊，千条条咪你系安小心嘅，你系安危险嘅事情。所以就一见半日看一个世界乜事呀，即一啲乜事就嚟就圈样。所以呢，安多加上啲会咪会热唔焦啊。所以就系多学上帝反应，条条咪呀，多听上帝反应，呀多去查求圣经。结果即间啊，要计信心，认识上帝反应啊，更深。结果即间你又 keep 得满，阿门。那第三面呢？啊！呢、这个以弗所教会上帝又问千真见啦，哇！问啲咪呢个教会啊，呢、这个信徒啦，系咪安样嚟啊？嗱，几多人咪唔会学？你看，其实六天二章第三节咁讲，你一人样嚟，前辈啱命落苦啦，唔会学啊，你唔会学。呀，上帝讲啊，你安样嚟，你又少啊，呀，你系又样嚟嘅，呀。你为我个命落苦，你都唔惊，
不会好呀，不是买跟用来是买呢，你这种叫什么不会灰心，所以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买不会买战呀，不会过来买，不会离开上帝呀，不会灰心，叫说啊，应该努力呀，用来去注意呀，呀，不讲应该来未来，未来顾怀几多人呀。因为穿附近呀，几多人被得当受批判，叫啥唔惊，原来唔会好，那所以呢，你三件事情呢，本身实啲，哦，原来呢个衣服所讲会真系安用起咯，自家系比两位小姐姑啊，听姐妹，因为只一看到今下教会，呀，可能唔晓唱呢个衣服所讲会安用，呀，得到上帝嘅称赞，那系用乜呢？提出穿只一啲啊，佢安全出上帝工作。呀，安全在上帝工作。第二啦，我哋见到上安样嘅咪要嘅信心嚟抵挡咧嘅假先啲嘅咧嘅迷惑嘅，呀迷惑嘅嘅真理。嗱，我哋咪哦，甚至咪贴心见到咪有软泥，唔会喝出嘴里面，唔惊苦，呀唔惊咧嘅受逼迫，叫上安样嘅落力。嗱，即刻咁就做咯，听住咪。如果一看到你心情，即刻都得到安泰嘅安慰。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很可惜的事情，有什么可惜呢？马上地如果这个吐下去，就算也要吐了，虽然这个衣服所教会是强的，是好的，但是你的教会啊，耶稣基督接皮去到你呢？耶稣有什么接皮？所以都没被接皮去到你呢？就算这个已经啊，这个衣服所教会是好的，是难得难喝的呀，但是结果呢，如果这个吐阿气，耶稣接皮来教会呢，用什么接皮呢？这个来看，这个第二章第四节来讲，然后啊，你看耶稣讲什么？然后，我就这件事情来接皮你，不好，是不是好？弟兄姊妹，耶稣接皮吗？是不是这个接皮你，接皮你，弟兄姊妹，就会讲什么呀？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嘛离开了，啊，忙地支付所的教会啊，呀，你班信徒啊，基督徒啊，都没有这个情况，忙地几多人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上帝啊，哇，忙地几个安可惜的事情听起来。当保罗写信本一个以弗所教会，就系讲以弗所书一处嗬，呢个教会系安好，佢当然人家啲信徒，然后基督徒都安火热对上帝，安爱上帝。特别当落到写呢个启示录嘅时候呢，佢嘅情况完全变黑啦。结果呢，就一看到啊，上帝登山接皮呢个教会，就讲咪讲我基督徒已经离开了。起初的爱对上帝，那这个看到，哎，如果几多人系冇起初的爱对上帝，过几多人系未肯有为主做工，系未按落力为主做工，系未有忍耐，呀，系未有要计努力来抵挡呢个假先知，两班人讲啦，弟兄姊妹，那来，这个来先看，系咪系冇起初的爱，弟兄姊妹，起初的爱系对呢，自家。感觉到这个得到的爱啊，就是主耶稣的爱呢。当一家人开头悔改的时候，有一啲自家时间，然后自家很多嘅做啲嘅时间里面单嘅挑战位，呀，很多已经很多呢系背景系蒙信耶稣嘅，呀，系从呢个蒙信耶稣嘅家庭来嘅，包括我当年嘅教会嘅会众都很多系，佢当年嚟到巴生都很蒙认识耶稣，那。所以当几多人认识耶稣，打开心接受耶稣做嘅救主嘅时候，当一个求圣人爱信耶稣，心打开接受耶稣嘅时候，嗰时候啦，耶稣嘅爱呢，满满临到吹叫晒嘅心中，结果呢，每每都感觉到哇，平安喜乐，主耶稣嘅爱满要吹叫晒嘅心中度，满要吹叫晒嘅心腹。结果叫实知道哇，主耶稣，哎呀，感谢你呀，感谢你嘅爱，感谢你嘅救恩，哦，主耶稣，感谢你照顾我，
结果那一个都后出心中度，就后感觉出来，后表现出来，一个个爱对主啊，一个个口都后每时每刻都后讲，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忠心对你，主耶稣，我爱真真信心对你，一个都从那个心中度暗涌讲出来，喂，你没介绍一个讲信主吗？一个讲悔改吗？一个得知道，因为一个得到安宝贵啊，呀。撇了家七的本质阿煞得落了，那所以呢，即个看到当主也当即个阿娘个有阿娘个心对主的时候，那即个爱心对主啊，满满啊，也即个有千心千意千力量个爱即个主耶稣呀，爱即个阿煞个上帝，也即个知道啊，点点爱买爱拜念上帝，点点爱买亲近上帝。点点知道啊！主，我点点爱来你面前爱祷告哈，爱点点跟你讲话。那这里只都买钱落，你都去见证哦。讲这个以前就忙信主的身份，但今下信了主的身份，这个爱搬个地，也知道爱讲钱世界人个地啊。我今下个身份系唔一样了，我变新潮个人了，因为咪得到主耶稣嘅爱。过嚟只间啊，点点爱时代人家咪后悔改，点点爱时代人家咪后来他来接受主耶稣，只个。点点爱买爱传福音本人，那你除了个感觉还无持久个爱听之外，你都爱单杀都经过了，还是用每位亲爱的听之外都经过了安样个一个过一个一个情况出来讲，只个都是你心呐，哇，知道万千安息主耶稣，安爱主耶稣，但系听之外。我想信主所受的教诲，开头持续也用完，所以呢，耶稣会安息呢个教诲，因为基督神按样爱主的心，看得到啊，安详啊。特别当落到月团时间的时候，主耶稣接皮基督面，基督已经磨合了持续的爱心对主，经过热热格外挑战为系两班嘅情况。虽然自家讲自家系侍奉嘅人，每只礼拜可能自家。所以咧，佢推动侍奉，大量唱歌，啊，到自己讲道，啊，到自己分析，啊，到自己求音乐，呀，那自己都看到，明明自己嘅人，呀，起吹推动，呀，啊，到自己走台人，而且到自己做那为主来做，但系呢，以为时候，落到一个前途，当自己嘅持续嘅爱磨合嘅时候，挑战会，自己喊又做了工作，唔为生啦。自己都做到安好，人家未看住阿叔都做到安好，特别啊，佮变成一个习惯了，听住咪，变成一个职业嘛。呀，我系啊，我几礼拜啱嘅工作，几礼拜派到我做台，啊，到几礼拜派到我大量唱歌，几礼拜派到我翻节，几礼拜派到我搞节目，大量唱歌，你啲变成一个呢个职业了，听住咪。呀，特别你啲读心啦，咩唔？无爱心对主了，你哋即刻做呐？未有咪单单未教会啊？未教会啊？未挑战咪？仲嚟挑战咪来敬拜上帝嘅？真有气了啊！即刻做咗工作，做超咪好了呀？但系心中冇一个爱心对主，即刻未讲，可能挑战咪未讲？诶，人生似羡慕，未晓用羡慕。喜欢是孝听住，因为我都是感觉，我都是落到安样嘅前途听住。咁呢度先嚟听住，你当然要是落到安样嘅前途，系未见下你出安样嘅情况么？所以我见半日上帝话你提醒我，提醒你听住。自家当然未单枪为主做工，特别上帝基本人爱自家当然当为佢做工嘅时候啊。上帝很追求，很深一个心，一个爱心对主很幽默啊！系咪见半日二礼拜日哦？你单单每一个工作，一个职业为做本上帝吗？但系一个心冇爱心对主啊！那听天主咪咧啱，亦系啱重要嘅事情。所以呢，自己都谂，自己误会啦，自己单想，自己嘅人呀，看得到嘅嚟侍奉，特别自己嘅心啊、爱啊，冇对上帝。所以呢，自己唱歌开始，唱住爱，自己呢爱，真真真真真下，查求自己当然嘅心，查求自己当然，
一家很久无咧个持续个爱对做啊。主要说，但系有一家当然咯，照样将自己但系咧个衣服所个教会啊。上帝，只要说一脾气了，呀，不然第脚个尿尿出来袂了，不然第脚上嗯对出来袂了。照样我相信，今半日心灵也一脾气个当然挑战嘛。一脾气个一脾气，如果一家很真正系像阿娘个情况，系像那个衣服所个教会阿娘情况。今半日挑战嘛，心灵来掌管一个心，心灵来就是瞄准一个心，来个挥转一个。持续的爱，或者我哋看廿届几何，就三届几何，呀，可能听住未未知道，未上路，唔未嚟先，唔爱知道啊，唔未啊，很我嘅心很特别爱做，嗱，可能接触一个三届几何，听住未做啲单纯插口，系唔明嘅，经常吹阿娘嘅情况么？如果系要对大人嘅表示啊，你系一个持续嘅爱，对上帝已经磨合了，嗱，听住未第二届。如果你个持续个爱对主磨合了，就讲啦，即刻当然看上帝唔会派地接了，上帝唔会派地接了啊，上帝派提三提四提五了，而你又撇开事情，又撇开那你认为到个过重要了，比上帝。所以呢，如果你半日系啊，即刻放下心啦，唔会讲人生马上上，我系我一种心系啊，我一来心痛，一来敬拜上帝。唔咪用想了哇，呀！当上帝唔咪派提钱啦，你每朝你拜香而来，呀！你唔咪想爱教会了，但系先想咪撇计目的啦，先想一计你所爱做呐，咁就个重要了哇！那而啲上帝变成唔咪提钱了，而啲结果那只间啊，莫计渴慕嘅心对住，莫计饥渴嘅心对住，而只间做呐系咪单单咪为了咪？一年为了买自家嘅工作，唔系为了上帝，唔系为了自家，只唔系自家爱做嘅事嘛。所以你听住咪，自家当然爱好好，查求自家当然。那天嘢啦，系咪几好啦？如果自家亦开始咪难事了，难事咪啦，难事祷告了，听住咪，难事敬拜主，难事赞美主，嗰啲咪难事出上帝反应。是根本就日来日受，日来日勤求八仙数，二十五八仙，五十八仙，七十五八仙呀。结果本就那单单从咪五八仙。如果自家落到样嘅前途，表示自家嘅爱，始终嘅爱对住已经磨合了。呀，自家就冇计渴慕心对住吗？冇计饥渴爱嚟祷告，有时钱有问题，有太嘅难处就嚟前住。呀，我自己都唔晓讲赞美主了，唔晓讲献上呢个诗歌嚟赞美主，唔晓了。呀，嗱，过年买自己啦，我都冇时间落嚟读圣经。嗱咧都表示啦，自己嘅持续爱对主啦，已经磨合了。第三咪啦系咪啦？如果嗱自己啊，自己啊将把自己嘅思念嘅思想啊，派提及啦，过重要了。自己知道自己爱做事情啊。啊！我嘅思念嘅思念了，我工作了，我嘅事业了，啊到我家庭了，啊到我嘅爱好了，哦，我熟骨，我嘅何必呀？我嘅爱好我爱打球嘅，呀，很多热切令我爱去捞嘅时间，呀，爱去为我嘅工作嘅，我嘅生理嘅，呀，一间啊过住从咧热切了，那一间啊就时间啊，搬住啦，知道经行啦。感受，自己知道啦，靓啦，爱过重要了，啊，我哋自己见下啲，自己嘅幸福啊，唔系自己嘅时间啊，感受要感受本住啊，自己过住从咪，过住从一个幸福啊，日行啊，先生签幸福真啊，听住咪，呀，结果自己嘅时间啊，爱嚟祷告，爱嚟敬拜主人啊，爱嚟读圣经啊，搬一个幸福教学了，自己过住从一个幸福嘅思想啊，听住咪。所以拿出嚟提示了提二章提五节，呀，上帝反应乜讲啦？提示了提二章提五节，上帝讲咩啊？所以呢，人当非常热气冲压会坠落去，便爱悔改。上帝反应讲咩啊？听住咪，阿含自己当然咪啊？悔改啊！听住咪，行持出所行嘅事情。你就冇悔改，主要说讲啊，你就冇悔改，
爱莫悔改，听真爱悔改，莫悔改。上帝讲咪，爱朝念多一个气咯，把一个等台朝念来个地方啦，那结果只个莫得到马个朝上帝听真爱，只个那个到那个空，听真爱只个当年唔系落得阿娘亲，阿娘个亲空。上帝反而良念出嚟见证人悔改，你当然爱悔改，爱多转向。你已经落到安亲了，如果这个提出个爱莫系咪表示紧啊？落后啊，落后在那个属灵方面，落后在自家个上帝界沟通了，自家已经啊安得到安亲了啊。系正你本讲啦，你得到安亲了，系中文讲啦，你爱阿妹，你爱你唱阿妹跌倒，你爱跌啊，呀！所以那上帝讲你爱悔改，那所以那七天就咪喂，哎，悭悭咗机会。自己来跪下，自己先跟上帝计计沟通，呀！自己爱要计学外先别做，呀！自己爱搬一计魔鬼来撩铁骨来夹着，自己先始终个爱对做。自己当然计侍奉计会做做嘅啦，其实自己爱要爱做嘅心做出来。如果冇做冇爱做嘅心，咪自己做啦，乜计都冇意思，听住咪。上帝创自己做又系冇意思，自己做到又冇意思，结果变成空。所以自己当然求圣灵来帮助自己当然，不是阿萨计计防疫嘅练，能够帮助阿萨得到得做得尽为自己持久嘅爱对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嗱，所以你听住咪，见本日嘅上帝凡呢讲你会知，嗱，自己嚟又帮上帝啲，自己爱尽心爱己，最尾嘅坚持呀，帮助阿萨能够坚固嚟爱自己嘅上帝。从马太福音22:37-38人讲，耶稣对佢讲：你爱真心、真心、真意爱主一个上帝。听住咪，我用咩啊？全心呀，真正的心呀，冇假装，冇做乜吹咩哦披怂啊呀，唔系碌到心。上帝反而讲，你嗰时系真心万千呀，全自家晒力量，系咪爱自家对面嘅神，爱自家对面嘅耶稣？呢一朝系呢？呢一朝系计命中天之计，嗰年啊就系最大计，爱上帝嘅心系派天之计计命，计命嗬，上帝嘅律法派天之计。嗰年係萬千係最大嘅，所以你聽聽住咪。如果自己係搬上啲，看落自己當然兩班人出嘅工作上，出侍奉上，看落有意思，係啊！自己當然用自己愛做嘅心為主做工，用自己身愛做嘅心啊嚟表現出嚟。搬做看，自己當然係萬千千心，係啊，千力量、千意去為主。惜上帝，爱上帝，阿门，哈利路亚。OK， 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游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等站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所以是但系爱分包容你，爱分包容你，听住咪，爱包容你。如果自己将把自己持出嘅爱发出来搬主耶稣，一在主耶稣等呢，自己当然做搬结抗呢。阿门，哈利路亚。啊，接下来咯，继续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反应
跟教本我到上面拍，我当然自己安多安多的时候，失去我当然处处爱对你做，做啊求你赦免我当然爱处理，你个凡你喊我当然爱悔改，悔改悔想，所以我当然后边跌倒个，做我当然都爱放下。主我当然会跌倒，主我当然都爱改变，爱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当然，我当然有人力量，我当然做工为你，我当然为主做工，我当然都唔会人用心为了职业，为了工作。但系主，你都你爱我当然，做本嘢时候系用爱嘅心，用爱你嘅心去做主，你都系上帝你爱。像我当然看表现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心里来叫你帮助我当然，上面我当然来催，帮我当然更加坚下啲，我当然爱非常得到咧个持续嘅爱，我当然爱更加要要热心，像我当然开头开头认识你嘅时候，都系帮我实开头来悔改时候，我当然都讲出啱多。爱为做新法嘅，爱全心全意爱做嘅，但系安代上我当然都做唔出，就话求你帮助我当然从佢开始，我哋每作一四年，我当然系信徒，我当然都爱表现出来，我当然爱你嘅心，持续爱你，持续嘅爱，做我当然爱翻债得多咗，得多，我当然爱欢迎看住啊，感谢你，你提提师傅帮每辈挑战位，佢当然都感觉到。非常非常爱在你面前来求圣灵来帮助我当年能够要得到圣灵火热的灵搬过我当年我当年的心能够火热的来爱你主感谢你耶稣感谢你一切荣耀归上帝的名求上帝一个太太的福气太太的爱念到每辈听姊妹感谢你主感谢你我想用祷告奉耶稣名求哈利路亚阿们好几个人的开始我的上帝的祝福呀念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心灵感动弟兄姊妹同齐从今开始一切都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们